老公，我去卸妆洗澡喽。嗯。他真的长得又好看，身材又好，我真的太幸运了。啊，你不要过来，我卸完妆很丑。不会啊，真的。啊，你看，你看，你就是觉得我丑。不会啊，你刚刚表情很明显。没有。懂男人，我先洗澡。确实把我吓到了，幸好他身材是不错的。老公，我洗好了，到你了。哦。快点哦！